这就是我今天带的衣服，就这些，够了。这里边放了一双鞋，我的无人机就放在这里边，比较安全的。好了，塞满了，可以出发了。加了点油，正好把车洗一洗。我现在每次都是这样洗车了，这种服务太好了。现在单独洗个车好贵哦，车里边不用他们洗，咱自己擦一擦。有朋友说用机器洗可能会把车划伤，我这一年大概洗几十次了，确实没有，所以大家放心吧。这是路边的一个市场，过来看看。哇，有鱼啊！咋还卖上金鱼了？10块钱七斤，再看看。没有香蕉吧？它这个2.3块一斤，还可以。今天吃包子吧，包子鸡蛋汤。刚才那卖羊肉的我看了看，还真可以，羊排25一斤，差点想买，不过现在已经快1点了，买了做完饭才下午才2-3点钟了，所以现在暂时不买了。这萝卜丝做的不错。估计我吃不了了。您怎么吃油？这是泰安的新泰。物价还很便宜啊！哎呀妈呀，他这筷子我刚看见，新筷子看到没有？上面长了霉了，发霉了，怎么又换一个？今天中午就在这儿睡了一觉，很不错。这地方在国道旁边，342旧站公路一站。哦，这是叫云蒙湖吧？旁边，哇，这还有热水，我接着热水。它这苹果还挺便宜，10块钱3斤。来，7块钱了。7块钱，行，好好好。苹果都买完了，水还没结完。这是7块钱，6个，1块钱多钱一个。地方太好了，你看了吗？加那个尿素的，还是自动的，哈哈哈哈。自动装。这个湖还真不小啊。这个国道旁边有这么个驿站，非常好，大车小车都可以停休息休息啊。这个去趟卫生间买点东西啊，他这还有卖吃的，真的很方便。这晒的啥啊？地瓜皮吗？像是干啥用的？你看看，不知道干啥用的，好多呀。这个云蒙湖它是个狭长的，好长的，好长的，也是烟波浩渺啊，而且路边可以下来，可以到湖
边，它不到湖边。